看到他的屁屁啦！还可以撞啊！被动出去，太爽了！我靠，这么明显的吗？没有人撞。哎，我没石头，我没石头。哦，我以为他不会撞一下，我一跳。对啊，吓我一跳，那假枪。开始。又可以撞啊，我现在有点没空。哎，不用了。哎，可以，好，是是是是。太可怜了！哇，有没有要走了？现在什么都断了，断尾了吗？哇塞，要走啊！这个超级八的锤子，断了！这个超级八的锤子，自然是用钉子那一部分敲了呢。啊，断尾了？对啊，对啊。我以为他没断尾，我觉得是插他的尾巴。那他们摇尾巴哎、欸。好可爱啊！哎呀，他怪怪啊！你们去抓吧。啊，我去抓吗？我有地洞。我没有地洞了。我有啊。哎、欸，他没有充电了，没充。啊，去找迷波。没错。还是要直接飞到他们家跟他打。好啊，他一开始不是在家里，会在那个他家隔壁的平台。啊，是哦，那算了，嗯、那边不好打。没有，我刚直接在那边跳跳锤，靠到他直接换下一个区。没关系，我不是跳跳锤。可以啦，去看看。拿超级八。Super Five， 又不是。为什么数字变了？厉害吧，山寨的。可。英文到底是多烂？烂啊！怎样就是烂啊！我就烂，我就是烂。哎、欸，后面又多了好几张贴图，然后光、哦、我看到超好笑，又烂，大家一起烂。上去，那我上去看一下就好了。我就烂。我要蹭别人的，我要蹭别人有好票啊，我也要啊。还是不要打，我打我的原因。不要。哎，不然就开实况，你不打。我有画面啊，同胞。同胞。啊，他可能在那边平台的。嘿嘿。我没看到他。下来了吗？还没吧？雷当龙都还没死。啊，是要出现了，还没有消失。哦，要等他、哦。你要看雷狼的图消失，他才会出来。要白跑了。哦。我在抓大小金的城图哦。再去一次。消失了。刚没摸出来。我看到了。他的确是在平台上啊。啊，你要去跟他打了？没有啊，我只看一下而已、啊，没什么。噔。
不太妙啊！你是不是想干嘛？这里有足迹可以捡呢、欸。好了，那我下去了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他飞回麒麟那边呢、啊。等下才会下来啊。对啊，我要跑了。拿成棍，扫地，不会滚。啊？是我拿着武器着地的话，我会翻滚，直接站起来。哦。着地术吗？没有吧，冲棍的能力吧。哦。直接。他飞了，撑杆跳。啾啾丸。啾啾丸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他下去了。啊，去敲矿，拿钱，捡捡。嗯。味道怎么？没有痕迹啊，小姐。你呀、啊。秘密啊。秘密。他只有耳朵转过，头完全没有动。不想甩你，刚刚说不定其实是耳朵转过来，然后……哎、欸，他去你那边了。还有耳朵表示快些洗。来了 ，LDD 灯，交给你们撞了。下雨的晚上，买个癌啊啦。还在撞的石头石，卖卵了，把卵化粘成回家了。要不要先撞、啊？我现在有点困难。我在哪里啊？是，我的头，放出来。碰到石头，来撞。该晕了吧，朋友？有晕了。拜拜。好奇他的声音是用什么方式用出来的？呕吐吧，顺便是青蛙叫哎、欸，准备是呕吐的时候，发现不错。有晕了，看到急躁心情，有吗？没软化了，刚怎么没看到急躁？哇、哦，差点抓起来。哦，我看到了、欸，哎、欸，我看到了、欸，在那边飞。他感觉快死了，那只蜻蜓感觉快。哎呦，抓到了！哎、欸，他要电人了，嘎啦嘎啦！哦，还没吗？还没。啊！哎呀！
在喝水，不要用我。完了。可撞，可以撞了。我没有石头。我有。撞歪了。我要倒了。哎、欸、啊！我下来了。我去拿一下石头啊。哇！我撞死了。完、欸。这里。刚吃完打消药的吃。嘟嘟嘟嘟嘟嘟。没手去跟他。撞。再撞一次。我打棉喽、哦。好。我捡个石头，睡了，那我来了，不然我起来了。啊！再转，可以了，可以。没关系，不怕。哎呦，可以三次。出事情。好，开始督头。有必要水嘞。哦，大招！哦，没哦，原来大姐，你 LED 没了，还快挂啊！还快挂啊！那就拿来打到挂。掉喽！掉在脚下，机会都没有。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好，搞定，拿去挖，拿我，拿我的。古龙的大大宝剑，后面那被吃了。古龙的大，尾巴呢？大鲍鱼。在挖这边。好，我看到了。啊，天气怎么变好了？鸡在哪里？看一下经验值多不多、欸？好。怎么还有雕龙？哪里？在墙壁吧。我、哦、看到了，哎、欸，雕物基本上都是墙壁比较多，因为那个它那个白色的草隔壁看不到，保护色、啊。哎、欸，又两张，三张，哪里？我的兼职才给三分之一耶。就是还可以啦，铁臂体术全开整，只四足，真的只有三分之一，还是先帮你九九好了啦，你快了，啊，所以要打啥？看要打缤纷色彩还是什么？先帮他九十九再打灭金龙，就当我们就可以去龙巨魔了，踩一下，渡他脚脚。我来接。接。调查队回来了没？我调查队回来啦，探险探险队。哦，查一查。有啥？咚。七五十，哈，这么高。想把武器自带二十发回血，嚣张哦！是惊讶，惊讶，炫耀，要！萤火龙的魔物怎么又是萤火龙？四金一桶、欸、有金火龙，
接了吗？接了，在等你。接了。我再处理一下调查。阿奈斯不是打吗？啥？混没事打，他不是。Nice。骂。什么东西 ？Nice 没打、哦。没有，我刚没接。刚进来。OK 的，可以。好用。我都不知道，我又点错，抓住银猴。开红开始类似，好痒哦！好，撞起来了。琥珀色的重牙会缺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那个就是刷风飘就好了。啊？冰牙龙呐、啊，冰牙龙，我觉得那个很难掉，破一次他只给我一个。工会的工会武器要用到它。哎，跑跳了。反正要刷那个冰牙的那个武器的那个票啊。对啊。就刷它应该就会蛮多的了。强化装备。居然没有攻击，烧掉了！啊！哦，是，哎呀！死了！有。哇靠！爆炸效果，特炫啊！撞他吧！哦，没掉路。有我的血。掉、哦、了、欸，他生气了。我也是有尊严的。按错了，按错了。没有红眼，红眼。哦。要跑几次？哇，还在跑！要跑几次？哎、欸，啊，看。
啊，死了。这边设计的，呵，不会遇到危险吧？这边应该会，应该是不会啊。躲他娘！我还是离远一点好了。除非你大便呢、啊。直接被猫死。好嘞哦，早睡。晚安。晚安。然后丢他大便就会跑掉了，就要跑来打我。我开啦。哎呀。只想挖矿而已，不要那么虚荣。断尾了。看到有一个人在回来的，在那边玩，在玩弩枪。难怪我一直觉得好像少一个人。我刚刚突然发现一个不该存在的东西射过来。你看破头了。绝对是你破的吗？我们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各位。是。哎、欸，弩没了，好废哦，只能拿三次。我操！哎呀！哎呀！又死啦！啊，这样只是挖矿的。我天！欢鸟鱼，欢鸟鱼，哎、欸，那是怎么跑掉了？他在装爆桶。是。好，可以接下来那是。
他这次竟然没有在墙上。抓他，等下会想过来会死。应该差不多。哎，你把他击晕了啦！啊，对不起，他的那只虫。好，我来了。有了。谁算计我？哎呦！哇，这个孔明的陷阱一次用两个哎、欸。水啊！陷阱价值连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这个 combo 完美 combo 哎、欸，这个刚好在正中央。变龙鼠了，还是本来就龙鼠？本来就龙鼠了。我以为它是雷鼠。一张感谢票而已。这是什么？我看它的死法、啊。我们是用地板动作杀死。应该在 一场就好了。是，看一下吧。姐，太好了，繁星可以关台了，一百等了。怎样？什么可以关台？江江终于要一百等了，你今天可以关台，不用一直开着了。啊！我断线了。哇！再也会一百等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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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他听到你要关台了，他都受不了了。等你回来，我再吃餐券好了。谁、欸？靠！你没断啊，妈的，骗我！骗的啊！那我要断线了。节操！啊！断线了。对，断。那讲讲九十八等的前一刻，大家穷断了。到底是多不想让我？是你自己多不想要升等吧？你就会看到我们另外开一团机会所在玩。你看我的猪在挖，拿一下。再给他点时间。好啊，行。哦，你在巨魔。谁？很无聊啊！而且我也缺那个啊，荒地的结晶我都没有挖、啊。
缺。秘密。我因为我没探索荒地，我就说荒地一等哦。一等。No。No。好，走。而且现在这灭金龙阻止我去鹿山湖挖矿。里面有今天是灭金龙。好，灭金龙。力战的哦。好好哦。应该吧？不知道。不是吧？我记得不会有吧？还是有、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不知道。有了。被开哄了，再会。我要放，完啦。有了。哦。睡啦！先干死烧鸟这只。很明显的，谁比较弱了？哎呀 ！Oh my god！ 讲错话了。抱歉。蹦蹦蹦蹦！他想捡东西呀、啊！哎，不是尖锐死的。嗯？哦哦哦！哦哟！哎，空中截杀哦！早就知道他想干嘛。他又要转了吗？哦，被中断了。屠杀龙要离去了，灭金龙你离不离开啊？是了。哎呀。算了，算了，跟他干起来。算了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找毛鸡。哎呀，哎呦，难得可以挖血鸟啊！怎么已经有人在挖？啊，妈的！妈的！我的妈！嗯，没有掉落物了吗？有点难过。耶、yeah, ！发现的监视灭金龙即将离去。我没有时间了。撞了。哎呀呀！哎、欸，不让我！
哎呦，我的妈！多好痒！再塌了，再塌了！哇，康宝啊！把陷阱也放一下。我陷阱忘记带了。我有，这边了吧？直度是没有的。分散。笑死。哎呀，我被炮筒炸下来。下去了，我要撞到那个，是，然后那个就坏掉了，对，是，尾巴强化了，弱化了，尾巴强化了，吓死人，越打越硬，原本还只是砍的是灰色的字，结果现在弹刀，百斩之斩的弹刀啊。喝水了，恐陷阱失败了，你陷阱失效了。哎呦，那边也可以喝，可以啊，那边可以，它有三个地方可以喝。哦，孔明的陷阱要强制让他先落地啊。好啊，哎、欸，我看好痛啊！哦不，哇，还在飞耶！我的房间起冒烟了，就跟乌藏斯塔王这边一样。他在去你那边，楼下在烧纸钱，直接强制。这个四千是有达到的，不要。哇，这个起来的中陷阱也是蛮棒的。不愧是孔明。又喝。尾巴都没了，还喝？打的，耶！可以打剑士龙龙龙了。剑士龙龙不一定啊，说不定，说不定还会差一点点。八八八八八。
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奇迹。流江的魔术。叮。叫声，对，去抓个猴子好了。结果他还是差一点。顺便看能不能拿到 SP 啊。抓萤火是吧？自敌。不会啦，经验够啦。因为我去采个那个冰花，也是一下就很多经验了。你们去抓猴，我想采花。不要搞。采花比较快。我直接出发了。去吧。强化你了，送吧。俩狗，雾套狮藏龙，狮藏。狮藏龙，桃智藏龙，烤羊。冬翼龙害我没抓。冬翼龙坏坏。坏哇，跑到这边来，我全没了。
欸，不对，我可以打自由任务。算了，先抓到一只毛弟再说。生物博士说吃了。哦，我家现我房间现在烟雾弥漫。为什么？烟火吗？不是啊，我家楼下在烧那个纸钱。你那个里面进去没有毛级了，你过一阵子还有可能会出来。不会啊，他已经钻地跑走了啊！我就换地图啊。哦，巨魔也可以这样换了、啊。对啊。哦，我以为巨魔不行。江江九九了。没有。还差一点。加油！怎么可能？很急了，再会。不过我拿到一张 SP 的双。你要下地狱了。为了 SP 下地狱，好爽哦！欸、那个一次要几张？两张，两张，两张，对不对？那个四瓶，首饰啊，四瓶有一个是三个的，其他都两个。哦，必死强迫症。是，我一定是会把它集。没问题，我明天把它全部收集完。厉害。今晚。没收集到，今晚哦、喔，不睡了，现在半个小时。喝。来啊，没收集到，大家都不要睡，要不要？我操嘞！我明天还要去。我奉陪。明天还要去那个过桥。什么？我吓到毛鸡了！拜拜！傻眼，这位置也太刁钻了吧！每次进来都会吓到。嗯，搞不好有只牙种的，就这样没了啊！是。啊！哦，上面在玩。哎、欸，奶师怎么跑进来？你半路进来拿到票的几率会变很低哦，奶师。没关系，我是来。他说就是他不在乎票，他不在乎。我那个每日任务要做一做。他只在乎跟你在一起玩游戏。是。OK。感动的是呢。呢。好。呢。呢。呢。班长有话想说。嗯，一百的呢？来了。班长要说什么？谁是班长？班长说你太久了。班长把与心爱的你叭叭叭叭，他是在跟我鬼吗？哦，你是说那个班长、哦？任务名字啊。那班长，你要不要去帮他补？啊？
要不要去帮他补啊？补什么？我跟他而已。专业补师。我跟他而已。还有其他友善的伙伴们。哎呦，我要抓玉藻蜻蜓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他不想打。啊，我他会打啦，他只是叫人家补。怕东西太无聊啊。哦。嗯，开台没事做。对啊。只能抓抓急躁蜻蜓。我打可以去打别的，所以等一下、哦，我这一波先逛网，玩。逛网。呵呵呵，有人不想补了，你去死吧！你猎伤猎死你。然后江江这时候就会很少话了，怕被挑语病。哈，还好啊，嗯，呵，嘴巴这样讲讲，被挑到一边就关麦，嗯，哎、欸，安德不错，哎、欸，安德，各位观众，等一下、哦，古空鲫鱼，我来了，为什么在巨魔？这巨魔没错啊，为什么在巨魔啊？什么鸟在巨魔？哦、对齁，你这样害我要找很久。没有啊，他就在上。不用啊，你们可以四个人一起进去啊，不用看剧情啊。哦，是啊。嗯。当当当，上钩啦！化石汤腐鱼。好啦，阿四有没有要进来？靠，在钓鱼就讲几次？等一下哦，我快结束了，不要催了。你的命掌握在我手上哎，看起来，谢谢。我会为了你带星辰肉干哎，你再这样子，我不带星辰肉干了哦。听起来怎么那么像？那撕裂伤很痛哦，它会让你撕裂哦，就像你手指头旁边的皮破掉，然后把你撕起来。我在主机踩完，还好，还是没有甲沟炎痛。甲沟炎还好不好？甲沟炎超痛的，我不好说还好。我也得过啊，然后就把脓挤出来嘛，然后自己用剪刀把里面的指甲剪出来。对，然后我弟的话是指甲直接被整个抽出来，因为他整个长歪了。哦、之后呢，再把它剪掉。对啊，那个超痛。大家都长过是不是？有啊，是一定会有长歪的，长歪的经验，就有比较叛逆的时候嘛。嗯，跟智齿一样，很正常。然后就有一天，它就插进你的肉。问一下、哦，我好了。等一下，我开始钓到一个古鱼就回来了。嗯嗯嗯。哎呦，金火！更换道具。哦，好多金火了。更换道具，好啦。我来接了。道具。嗯。来了。怎么了？没，我只是把我的腿放下来。你抬着腿玩游戏哦？我就是腿，你是劈腿一字马那种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是把腿压在我另外一只大腿下面这样子。哦，可恶，还有期待了一下。你要期待什么？他期待你是把那个腿放在头上玩游戏。我那种平衡感也是蛮好。那是瑜伽的吧？志明，这任务有没有？你在哭哦！不用拿星辰肉干哦。
我等下拿，不是啦，不是你，我等下拿生肉跟你讲，怎么补不起来，生肉狂丢地上哦。我在找游戏特价啦，不要紧张。